好，本王答应你。还有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三件事。请说。第一，我们大婚之后，你必须释放李雄还有马英雄等人，将他们安全地带回大夏。好，不过本王要先审问马英雄，知道他背后是何人在操控。好，这件事我也想问清楚。第二，我们只是形式上的成婚，并不会有夫妻之实。好。还有就是第三，三个月为期限，如果我仍对你无心的话，你便放我自由。你不是问我要真心吗？我可以试着了解你，但是期限一到，我仍对你没有感觉的话，你总不能强迫我吧。好，本王答应你这个要求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等一下，这公主怎么了？准王妃身体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看她这个样子，莫不是又让王四？王四乃是王族大事啊，如果准王妃真是有孕，恐怕有损王族血脉福祉啊。这事还没有定论，我们容后再说。三位长老误会了，其实我和……对，没错，我的确怀了孕。大王，你马上就登爹了。啊！三位长老，我与王妃的确早已有了夫妻之实，王妃怀孕已有月余，所以本王才如此着急大婚。那既然今天已经瞒不住了，本王就把话说明了，在这个时候贸然杀生，恐怕是不吉呀。